这拿去清蒸也行，拿去煮也行。哇，这边的海鲜太新鲜了，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活的了，我有点激动啊。陈阳要吃螃蟹吗？还要买什么吗？陈阳还要买什么吗？可以的。买了什么呀？买了那个蛋菜，还有花蛤。要买点蔬菜吗？还有鱼。我们今天不想吃菜，可以吗？好吧，就吃这个吧。好吧，那行吧，嗯，去吧，那走吧。看一下秋葵有没有，秋葵没有，红薯没有了，你买吗？要不要吃啊？吃啊。老贝，老贝，小麦红薯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丽。原计划我们今天要离开福州了嘛，但是陈阳昨天晚上跟朋友喝了两杯酒，他说有点累，就不想走。那么我们今天就再休息一天。这几天不是一直在外面吃饭吗？有点腻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刚好来菜场自己买了一点海鲜，买了一点菜回去，自己车里做做饭，自己吃的比较舒服一点。现在买好了，我们要回去了，走吧。我们现在饭已经做好啦，还有一个秋葵，把它做熟就好了。今天我们又做了红薯饭，哇，这个红薯真的好甜，好好吃。你看这个饭。真的很不错，而且这个红薯真的超甜的，我们超级喜欢吃这种红薯饭的。这里有一个鱼是清蒸的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海鲜。秋葵来了，秋葵。陈阳有没有跟你表哥讲过那个他把那10000块钱遗忘掉的事情啊？没有讲。在微信上被人家骗了10000块钱。想来想去气不过，那个买挨打，还要交警。想来想去气不过，他去报警，然后就把这事忘了。警察天天给他打电话，叫他来派出所一趟，他以为人家是骗子。后面警察给打得火大了，你钱到底要不要了？嗯，什么钱？警察真管。山西、西安还陕西抓回来了，抓到宁波派出所。那家属过来送钱，金额不大，10000块吧。你看，特意为你们跑一趟，多辛苦。其实我还没吃好，他吃好了，我还继续去。你不要脸！拜拜。